Hello，大家好，又系我哋 H N 啦。咁我哋今日要讲啲咩嘢咧？睇你一副波三碌啊，就知道今日嘅题目咧就同足球有关嘅。系啦，咁就而家大家都知道啦，就踢紧欧国杯啦。咁当中咧，咁啊有法国队啦，即系 Yang Yang 好中意法国队啦。阿 Lily Blue 系啦，咁有法国队即系有法文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下啲足球员嘅法文名啦。系啦，话说咧，我睇波。或者聽佢睇波嘅時候咧，就聽到啲名咧，完全我就話邊個啊？你講邊個啊？完全係啲中文譯名咧，簡直係聽到我咧非常之 shock 嘅。咁所以咧，就首先由你讀下佢啲中文譯名。好啊，咁就首先由呢個領隊啦，就係一個名將啊，迪金斯嚟嘅。嗯，咁佢咧嘅法文讀音應該係 Deschamps。所以咧，邊度金咧？邊度斯咧？係啦，咁啊，佢哋通常就譯名就見到有 S 尾咧，咁就一定係有個 C 噶啦。係啊，咁但係金咧，總之係咯 ，the camps 咁樣咯。係啦，我就應該如果我譯咧，就會譯呢個 t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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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ng 咁咯。嗯 ，the song 係咪好聽好多咧？好，跟住就喺呢、這個足球員啦，咁就第一個就係講龍門先啦，就係、是、一號門神就大家都好熟悉嘅熱刺門將阿羅利斯或者羅列斯。羅咧就我相信佢係嚟自個 L 啫，咁但係你要留意佢其實佢係兩個 L 嘅，咁所以喺法文咧係讀 y， 所以係 Yohis。哦。係啦，所以如果我譯咧，佢叫約希斯。哦，但係呢個就有 S 嘅真係。係啊，依個有即係嗰啲，唉，嗰啲法文好複雜。嗯，人名係比較麻煩少少嘅。嗯好，跟住就係二號門將啦，或我都唔知啦，定係咪二號定三號啦？因為都冇乜機會出場嘅，叫做文丹達。文丹達。嗯，咁呢個正路啊。呢個正路啲，可能因為佢本身唔係即係嗰個名 origin 就唔係法文咯，咁所以就嗰啲啊音嗰啲咧就通常啱嘅。跟住咧就係麥智蘭。嗱呢個就係麥智智，我相信係來自嗰個 G 啦。咁但係其實係讀 Manion。係咪完全唔關事咧？所以邊個啊？麥智蘭。係啦。好，跟住就講下後衞啦。咁第一個就係即係踢緊拜仁慕尼黑嘅右後衞，就係帕華特。佢咧個名其實係。Pava 係 open 嘅個口唔得嘅，邊度突咧？係啦，即係呢個又係即係好常見，就係見嗰個 D 字尾咧，就會變咗乜乜突乜乜突噶啦。嗯，係咯，錯曬。嗯，好，跟住下一個咧就係金佩比。金佩比啊，其實就應該讀 Kimpembe 或者 Kimpembe 咁咯。哦 ，OK。因為其實佢即係你法國人見到咩文，佢都係法國口音讀噶嘛，咁所以就 Kimpembe 咁咯。嗯好，跟住就係睇緊皇家馬德里嘅華拉尼，華拉尼。尼點樣尼呢、這個尼 ？Varane。嗯。係咪完全唔關事咧？又。係咯，總之可能就係譯都係 Varane 係啦，有個尼咁樣，三個音節。得兩個音節嘅 Varane。好，跟住咧就係另一個後衞朗格勒。嗯，呢、這個都有啲似喎，譯得幾好，係 Longley。哦 ，Longley。終於有一個似噶啦。嗱，依個佢又真係冇，佢見 T 字咪。洛格納特咁。係啦，係啊，佢又冇。咁但係嚴格嚟講，其實都多咗個尾音，因為朗格納係 K 尾噶嘛，即係廣東話咁，所以不是但啦，叫做好近噶啦。你睇下前面嗰啲巴拉尼啫。好，下一個咧就係踢中堅嘅蘇馬。呢、這個係似嘅 ，Zuma。哦，好簡單，依、這個都係咯。咁跟住咧就係、是、踢緊愛華頓嘅左閘迪智尼，又係嗰個 G 字就俾個字佢咯。咁、但係其實完全冇呢個字音嘅，係 Dien 嘅 ，Dien 因為 GN 所以係個 Dien 嘅音嘅 Dien。明白啦。咁跟住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都係踢緊拜仁慕尼黑嘅後衞啊，盧卡斯香蘭迪斯。啊，呢、這個似啦，不過就唔讀個靴嘅，因為個。H 係唔發音嘅，係 Hernandez。嗯，明白。嗯，好，跟住咧就係杜布斯。你係多嗰啲斯嗰啲咯。係啦。呢個係 Dubois。Dubois。所以係 du 跟住 wa bua 咁樣咯，冇 S 音。都係嗰個啦，都係見 S 就一定有一個斯字噶啦。同埋都唔係布啦，係 bua。
唔知道。好，跟住咧就係另一個後衞叫古迪，呢個係 Kunde。Kunde。咁所以其實應該係官特咯，好得意嘅。冇嗰啲音咧，你又加；有個 N 你又唔俾個冠佢，所以好神奇。嗯，咁講完後衞啦，咁我哋梗係講中場啦。咁中場就係呢、這個，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嘅，就係曼聯嘅普巴。Pogba。應該是譯撲巴會近啲，因為撲有個知音就撲巴，咁、所以好好其實廣東話應該撲巴咪最好，應該叫普巴嘅咧。唔知咯。所以咧，譯名嗰啲人嚟揾我啊，發個隊係咪先？要揾個識讀嘅人嚟譯先開心噶嘛。嗯哼，跟住咧就係呢個林馬。啊，呢、這個似啦，林馬。林馬 ，OK， 都真係幾似喎。即係 OK 啦，好啲啊，十個名都有兩個似啫。然之後咧就係另一個踢緊拜仁慕尼黑嘅中場杜利蘇。呢、這個都似 Tolisso。Tolisso， 我真係幾似喎呢個。唔係因為我相信呢個有少少似嗰啲意大利嗰啲名啩，我都唔知佢邊度嚟㗎啦。咁但係通常響音尾音嗰啲咧就似啲嘅，所以點解意大利隊我覺得譯得幾好嘅。嗯。係啦、嗯，但係法文法國隊就誒法文本身複雜啊嘛。有 rules 嘅。好啦好啦，咁跟住咧就係大家球迷都話啦，七成咧地球七成咧係俾海洋覆蓋，剩翻三成咧都係佢覆蓋咗啦。咁就係車路士嘅中場簡迪。咁犀利。係啊。嗯，咁佢嘅名咧就係 Conte。嗯，都幾似喎。係。然之後咧就係另一個中場拉比奧特。啊，特字背啊呢、這個。係啊，有一。又係唔讀嘅，其實佢應該係讀 Habio。哦。咁所以其實應該哈比奧。嗯好，跟住另一個咧就係斯素高，斯素高，哦呢、這個就幾似啦。嗱，因為係咧，你睇到全法都知呢、這個正正常常就唔會認錯嘅、好，跟住又係另一個踢緊拜仁慕尼黑嘅中場京士尼高文。嗱、呢個一睇又係唔係法文啦 ，Kingsley Coman， 所以係正常嘅，好、正常咯。其他文哦，唔好意思啊，後邊。好啦，講完中場咁，最後啊，梗係講下前鋒啦。咁就係、第一個就係踢緊巴塞隆拿嘅前鋒。基士文或者叫基沙文，咁佢名字就讀 Griezmann 嘅，咁其實有個 R 音嘅，又係咧，你譯名嘅時候又 ignore 咗個 R 音嘅、我覺得應該係譯基利士曼咯，會近啲。好，之後咧就係、即係所謂嘅銀河唯一基奧特啦。呢個簡直錯到咧，冇基冇奧冇特嘅佢嘅名字，係 Zihu。這個呢就有些高登仔呢以前就叫他做豬佬的。嗱，所以高登有高人都近過基奧特啊，係嘛？首先冇特啦，又唔係基音，因為是 G 嘅其實，所以應該係 Zhu。好，然之後就係即係而家當今球壇一個天之驕子啊！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哋佢將會取代到美斯啊，或者 C 朗成為下一任嘅球王麥巴比，或者有啲叫做安巴比嘅。我都好中意佢嘅，佢成個咩忍者龜咁樣樣嘅。咁咧佢就係 Mbappé。咁但係其實安字近啲就係麥字近啲啦。兩個都唔近，我覺得咧佢應該姓吳嘅。OK。因為 M 啊嘛，所以 Mbappé。吳巴比，逼佢姓吳，真係幾好啊！吳巴比咁咯。好，咁跟住咧就係另一個踢緊巴塞隆拿，即係都係一個出咗名嘅玻璃人，因為佢成日傷嘅，因為啱啱嗰場波踢咗一陣間，跟住又傷咗咧。哦，佢已經後備出嚟，跟住又傷咗，咁就係迪比利或者叫丹比利。啊，呢個都似叫 Dembele。咁下一個咧就哇，即係一個好耐冇出現喺法國國家隊名單上邊嘅，都係有名將啦，睇緊皇家馬德里嘅前鋒賓斯馬。呢、這個 Benzema。Benzema。好，跟住咧就係另一個前鋒啊，叫做賓耶達。呢、這個都幾得意嘅，係 Ben Yedder。我唔知道 origin， 不過如果法國人讀就見到 Yedder 就唔係 Yedder 就 Yedder 咁咯。Yedder，OK。最後一個啦，咁就係佢本身都係即係一個名將啊，法國名將之子，叫杜林，但係咧佢就係馬古斯杜林。嗱，那個林我又唔知邊度嚟，佢係 Tucon。哇！真係完全係啊，所以係咪好唔似咧？啲法文好多都好唔似啊。尤其是係。那些比較傳統的法文名字就非常之不像、所以呢是的
邊啲人負責譯嗰啲足球員名嘅嚟揾我啦，唔該。因為我覺得足球係嗰啲叫咩啊？世界語言嚟噶嘛，你同啲鬼佬無端端傾開啊？邊個邊個？咁你同鬼佬講，你都唔會講中文名噶嘛？咩啊咩啊？你讀譬如話Rabio 咁啦，佢哋都唔 Rabio 噶啦，佢哋都 Rabio， 即係都 kind of 近過拉比奧特啦，唔該。好啦，太差啦，係啦，好啦 ，contact 我，或者有啲咩奇特嘅或者好出名嘅球星，你想知道係咪真係咁讀嘅咧，都可以喺下面留個言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